왜 너? 就邀請咗一個特別嘉賓同我一齊做呢個 ASMR， 佢就係得啦 ，Cotton Chat。喂，你喐咗成張台嘅 setting 啊 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Cotton 啊。今日我就同 Cotton 一齊食呢個燒肉 ASMR， 好多謝回鹽肉台贊助我哋呢一餐嘅燒肉。其實想做呢一個燒肉嘅 ASMR 好耐啦，今日終於做到啦！而家咧已經又係深夜啦，12:00，而我哋仲未食晚餐啦，肚餓。梗係肚餓啦，我喺度拍嚟拍去拍咗成2小時啦。咁我哋依家就即刻開啊！我哋依家就開始食嘢啦 ，Let's go！ 係冰啊！可以點鹽食牛扒，哇出嘢喎！點咗鹽好味啲。
好多汁啊！剛才不是這樣的，因為我特地拎起一些讓你看不到。好了，你小心點，你知道我不會這麼輕易放過任何人。還要不要？嗯，要我喝吧。我的片終於有些看頭了。你們經常說要 prank Cotton， 我都不知道怎樣 prank 他，因為他那些級數是比較大型的，我只是做這些這麼小型的整蠱。好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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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這麼大個仔都沒被人 prank 過。最經典的那些紅色的紫天尖，阿奶啊，得唔得？太古惑啦！我想咧，你堆塊菜喺度，個 cam 點拍到咧？因為驚俾你見到，跟住我堆到勁高，嗱嗱聲夾啲肉上面冚住佢咯。我想講咧，呢個女人絕對危險，落嗰啲老鼠藥啊、慢性毒藥啊。觀眾記得，我如果咩慢性中毒咧，一定係呢個女人。我由細到大都唔使辣，我係少少辣都食唔到。我覺得你今次玩咧 over 咗。明明是吃鹹仔，要吃三小時。但我想說，那個辣椒真的比上中辣。其實我都未試過就這樣咬那個辣椒是什麼味道。我完全想像不到挑戰那些地獄辣啊，那些會是什麼程度。因為普通的辣椒仔我已經就是死了，剛剛吃下去不對勁，為什麼這麼辣？泡菜不會那麼辣啊？要吃不是的，捏完一塊又一塊辣椒皮的，這就知道 prank。 那等等，不是試試嗎？邊陣？邊陣？我呢個燒肉 ASMR 就拍完啦，表面上係拍 ASMR， 但其實我一早就準備咗一支辣椒仔 prank Cotton。平時拍 ASMR， 我同佢講話一齊拍，佢話冇啦，我想自己一個食啊，費事啲觀眾話靠人哋啦。佢今日無啦啦叫我拍，好似係有啲警棍啦。頭嗰幾次包生菜俾我食，變咗個習慣，然之後等我不為意之下，夾條辣椒仔俾我。你擺咗喺邊啊？條辣椒？我擺咗喺呢度嘅最底咯。其實頭先拍 B roll 嘅時候，不停咁有一點紅色滲出嚟，然後我就。咁用表面啲菜咁搭上去，狡猾嘅女人八婆，死得我真係好驚佢之後唔知會準備啲咩整蠱我。放心啦，傻啦，我個人咁大方，唔記呢啲仇嘅，絕對唔會咯。同埋真係噶，冤冤相報何時了？即係你唔可以話我整蠱你一次，你整蠱我一次，即係咁樣係無限追噶嘛？你知道無限輪迴，所以我一定唔會咯。我覺得咁樣係惡性循環咯。最好就唔會啦，每日個腦都好似諗緊點樣整蠱我。你知唔知每一次佢度劇本嘅時候都好驚，因為佢度劇本嘅時候佢就會閂埋門啦，跟住我就會覺得好似有警棍啦。原本唔會嘅。經過今日之後會諗諗咯，本身諗住咧準備兩條。我想今條片是我和佳琪最後一條片，他也不會在我的頻道，我也不會在我的頻道出現的 IG 那些都會沒有大家的照片。
係啊，我好唔玩得㗎，大家知㗎嗬。咁今日咧呢條片就到呢一度啦，大家想睇我下次拍咩嘅話，就喺下面 comment 啦，同埋記得 like、subscribe 同埋 share， 仲有 follow 我同嘉琪嘅 IG 同埋 YouTube channel。咁我哋下條片見，拜拜。我吸機先教訓你啊！費事啦，太血腥啦！有乜教剪喎？我都有把喎，我呢把想買。放低啦，唔好搞咁多嘢啦。